看，他直接白痴的不行。我要带，我要带，帮我带，我要带。那你不要动。好，那我在这边，这样，应该这一侧这样。哎，行不行啊？哎，好，好，不要动，我来。错了。哎，好，睡。哎，不要动啊！不要动啊！我来啊，我自己来啊。哎，抱歉，抱歉。我已锁定你，我锁定你。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而且他已经几百年没讲抱歉，说的也是。啊，卤蛋不知道为什么，卤蛋不知道怎么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计程车迟到啊。哦，就塞车啊。迷路啊，开到南头去這樣。完蛋了，从北头开到南头，太远了吧？没有了。好了，说，哎，我没拿脚本，白痴哦、喔。那个，好了，算了，算了，反正我们也没在照找脚本走。是啊，他说各位观众好久不见，也没有很久了，大概就，我蛮久的啊，你蛮久的，两三个礼拜了吧？我就一个礼拜。哦、就是美国那个礼拜啊，没来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是吗？还是两个礼拜啊？一个礼拜吧。一个礼拜了，让我想30分钟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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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见，不见，不见。好，哎、欸，因为墨镜不见了。前一阵子也不是前一阵，就是上礼拜、啊，我们是在美国，我们在美国。对，我头发怎么了？哦，头发，抱歉，头发好像有点长，我该去剪一下。头发就是又会翘起来，没有。还是我们今天做 SP 特辑，我们去剪个头发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樊鲁蛋也没来，樊鲁蛋也不用剪啊。然后所以叫他赶快剪车掉头，找最近的理发店先停一下，我们直接过去剪头发。因为我们去那个 Twitch Con， 对 Twitch Con， 然后在那个今年是在那个圣地亚哥，圣地亚哥，就是金克拉那个是吧？就金克拉圣地亚哥，没有。其实另外一个地方也叫圣地亚哥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南美之类的圣地亚哥。对啊，可是好像是我们去的是 San Diego 嘛 ，San Diego。可是南美那个好像是 Santiago 这样，好像是，对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好了，不管，不管，反正也分不出来哪里是哪里。他说此行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？其实很多哎、欸，很多啊。老实讲，出社会之后。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这样，就是像合宿一样的状况。对啊，那时候退伍之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挺有趣的，因为实况组大家虽然好像都认识，但事实上现实中基本上是没聊过两句话的。对对对对，应该基本上也是不熟的。对，除非是比如说像，哦，我跟你是亲戚就不说了，但我跟卤蛋是可能偶尔也是会出去吃个饭、逛个街，也是很偶尔的事情，不会比就是。那种学生时代的朋友，常常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，而且要把实况组从那个家里舒适圈找出来，舒适圈住在外面好像也挺难的啦，很难呐、啊，很难，所以就是蛮难能可贵的。对啊，我下面那个迪爸是我的这次的 Twitch Con 的影片清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不想看也没关系。哇，你已经有上传这种东西了？有啊，我上传很多，你动作真快，有没有人可以无偿帮我做这些东西？哎呀，哎呀，来给我一副墨镜。不要挡我、啊，不是你的、啊欸，我还接住了，不是啊，我有自己准备墨镜啊，你戴啊，太夸张了，快被撕进来，你的眼镜来，哎、欸，我眼镜来，再帮我往上一点，再帮我往上一点，太歪了，等一下，我要，因为我们左右相反，我要瞧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一定会被上面那个堵到脸，差不多，哎、欸，快。不是左右相反，真的很难哎、欸，有这么难吗？哎、欸，你试试看。等一下我先成功。眼镜给我，眼镜给我。我先。是不是超难？是不是这个东西？不是太低了吗？太低了，高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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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是，可不可以再高一点？对啊，可以啊，你要自己去对啊，你自己去对啊。你看是不是很难？是不是很难？哎、欸，还是没对到，是要哎呦有了，不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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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不欠不欠不欠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能不能弄一个正的眼镜的情况？怎么用行的？为什么要我的、啊？脖子快扭到哎、欸！还是你们有办法现在截一个卤蛋的脸，然后把我们三个都弄完卤蛋的脸？截图。
哦，你要跟他结是不是？不然你也可以啊。你哪那么快？白痴，怎么都之前准备了好不好？啊，你们好烂哦！哇，怒骂哎！刚讲到哪？刚讲到哪？啊，去那个舒适圈、啊、我们去的舒适圈的，因为不知道哎，可能我是算可能就比较social 什么刚好没什么问题。嗯，那卤蛋就有点障碍。卤蛋就有点障碍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你在聊社交障碍？哦，对，有一点。没有啦，就是。我们在讲说，我们出去，因为实况组可能在线上大家都很好，但事实上现实中可能是没聊过两句话的。对，对啊，就可能啊，超尴尬。对啊，可能啊，一起唱，一玩游戏，怎么干嘛干嘛，然后去现场，哎，像我也没跟小熊聊过天。好，比如说，小龟可能也见过两三次而已，这样，啊，也是没有聊过天，就是工作合作啊，就是上节目可能这样讲，下节目就去辛苦，直接走了。我觉得小葵是最有感的，就是你之前没遇过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小葵我们认识蛮久的、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也认识很久，我也认识很久，可是都没有聊过天的。对。然后像小熊也是、啊，之前也在麦卡贝常遇到，可是也都，哦，我在麦卡贝、也没有常遇到，就遇过几次。对。然后工作有遇过，像我去 MS 的时候有遇到，但我们就是史上最官腔这样，就是他经过然后讲加油，妹，连续节目来不及讲加油，妹，对，然后就下去抽烟，没有办法，跟你去日本一样，哎，下面这有人选不选去了，选不选？吓到，抽烟一样的，靠，而且我那天想说，我那天他到底讲什么？我到底讲什么？我好想把它想起来，我在那边想，他讲了一个小时，哦。我是以为全都想起来了，他说到底是用什么日文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他们知道这件事吗？知道啊，有讲过啊，对，有讲过，对，等一次嘛。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日本，然后突然也是在抽烟，去富山在聊天，有一个很放松的状况，很放松，我们都很松很浪这样，在抽烟在聊天，然后就有一个旅馆的那个里面的工作服务员就经过我们。然后他就啊，好，我们走回来吧，好像应该是我们从外面走进来之类的，然后走进来，然后他们没有在旅馆里面，我没有在行进，在旅馆里面，没有在行进，在一个休息区这样子，反正有一个服务生这样，然后他就过来，然后看到六单，他就哎来下班先，然后太突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再来我演他，哎来下班先，有什么事？太突然了，然后我在旁边讲说。你干嘛跟他讲？你刚刚跟他讲，我就面不改色了。我知道，忘记了，突然吓到，突然吓到。有讲过吧？太夸张了吧？有啊，有讲过啊，有讲过啊，吓到，好好笑，突然吓到。刚讲到什么？怎么又讲到这个？把时光组拉出舒适圈合数。没有了，刚刚是讲，哎，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戴好眼镜了。哎呀，睡哦，够快哦。烦了，到底是讲多少？真的很难了，有什么难？我刚刚是对到了，慢一点。哎，睡哦。哎，你对。哎呦，好会对哦，我会对会对，哎，再给我一副嘛，一副嘛，他只一次一副，哎呦，好烂哦，这个东西，可以，有，组成啊，哎，我们刚刚聊到哪里？看你们这一块下，可以把它做成 GIF 可以动的，这样我就可以这样子。他不用了，他已经有了，我天哪，没忘掉，double kill 哎。哦是要多久了？七脸都门洞，脸都门。哎，刚聊什么？刚之前没聊完，你还用以爱先发声打我操！刚聊到小熊以爱先发声，不是从小熊聊到以爱先发声，没有，就是而且很多时也不是很多啦，就我自己观察，有一些实况主他可能平常在开直播的时候很 talkative 口条啊，不是口条很好，就是很自然，可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点害羞之类的。对，很多人都这样啊，很多人都这样。太可怜。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不然就是平常在直播上面看起来很
很放肆或者是很口无遮拦那种很狂的那种，反正试一下就是很有礼貌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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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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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真的真的。鸟屎哥鸟屎哥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真的真的真的没有骗你，就很有趣啦，因为我没看到那些人，对啊，都没真的都没有见过，因为直播可能就比如说麦卡贝的主持群啊，大家稍微熟一点，跟卤蛋熟一点这样，其他的就。其他真的偶尔哈拉过，都不认识，可是不会到不会到，对啊，就是对啊，没有，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要去外面三天两夜旅行，就不可能会找他们这样子。欸、对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找我们自己还有机会，所以就比较少机会可以这样子就认识一些人，所以感觉还蛮妙的，还不错、啊。我觉得这活动可以多办，不一定要去美国。有啊，我有跟他们讲过，对，说不定可以去个泰国给人家看。俄罗斯之类，太远了，不远呢、啊，很近、啊，很近啊。俄罗斯、啊、去俄罗斯不知道干嘛？俄罗斯好冷。我觉得我之前有啊，就我们在那边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板手们他们有跟我聊嘛，然后他们就说觉得这个活动怎么样？我说还不错啊，就一样，就讲跟我们刚刚一样。然后他们就说感觉之后应该常办呢、欸。对、啊，他们说可是 TwitchCon 一年也就一次这样。我说你们不用办 TwitchCon 啊，你们直接、嗯、对不对？找个实况组去花莲。住沙根家，找个庙就好。然后他们就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。然后他们就说，可是沙根家够住吗？然后就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可以啊，沙根家很大、啊，花莲、啊，花莲张先生啊，放屁、啊！沙根家，你哪一家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们说什么？没有经过本人同意，住你家，住你家。就之类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都一方面也是比较花钱呐、啊。如果去，可是如果去个什么花莲的话，对啊，对，如果是台湾的话，就感觉没那么。台湾找个什么地方，肯定，肯定，我觉得好远呐、啊，都还飞机，飞山西，不哭了。好远啊！真的，肯定听起来真的好远哦、喔，好麻烦哦、喔。看，不然肯定没机场，没有，我没有坐飞机去肯定。不然九份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九份太挤了啦，九份老街就是这么小，还要挤时光组进去，大家挤啊！这样时光组这么。那个对啊，大家一定就是狂吃藕泥而已啊！好挤哦、喔，回家开台，真的。居然在美国，他们都是这样的吗？真的，真的累哦，想回家开台。真的，我们有一天是那个，有一天是那个 TwitchCon 的 party， 这样办在一个棒球场，超盛大，户外这样超盛大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哇很壮观，因为第一次踏上棒球场，它是在场内，它不是外面。对，它是在草皮上。对啊，然后我跟因为草皮上，因为有一个 DJ 是我跟六探很喜欢的这样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很期待很期待，对他们一群人就坐在那边，然后这样。然后等到那个我等那个 DJ 来的时候，已经走了大概三分之二，已经走两车，已经走两，我们总共四车，已经走了两车了，对，超扯的，8888，完全不理由，不理由，没有嗨、欸，可是文化吸收不一样，大部分都华人，你们对欧美有一些认识吗？也，我觉得也有可能、啊，对啊，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舒适圈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啦，我觉得实况真的兴趣就真的是开始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我也很喜欢开实况这样子，如果我也是常常就觉得一觉累就想说，看好想回家玩玩电脑啊，开个直播这样子比较轻松。我想大部分也那个去的人跟我差不多，可是我想说来都来了就对啊，对啊，就都玩一下。来都来了的这个概念并没有升值的人机，是啊，没有升值到他们的，没有。可是他们真的就是你知道，一回家就他们在那边就好像很累，然后很可怜，然后吵哦，这边好多人哦，然后一回家就疯，一回家就哎来开台了，开台了，喂，一回家就可以吗？我们晚上回去已经很累，想说哎大家应该都睡了，小声一点，因为已经去里面跟开趴一样，然后到处都是煎牛排味道，大家炒菜那样，小朋友那边炒热炒，我靠，然后就开。本来想睡进去的，哎、欸，来十八升的啊，喝下。你要小虫这种人、啊，小葵啊，小葵啊，吓死我！真的是很，也是蛮有趣的啊，蛮有趣的，有趣的。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如果要出去日本，可能快乐一点吧。像如果 我觉得差不多、欸，我觉得差不多啦，是、喔、对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快乐一点。没有，我应该说对他们来讲都差不多，因为他们去哪边都觉得很累，想回来。哦，歧视啊、哦！你完蛋了你，你歧视实况组，我们歧视啊，这是事实。大头阵，然后给他一个墨镜，他开记者会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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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给我好了，我想再给一个口罩。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带、啊？给我那个纸娃娃特辑嘛。你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做？有没有那种巴西的那种水果蓝的帽子给我戴一下？有能不能把那个？他现在超忙。能不能把那个尖叫鸡的头弄超大，放在粮食里面？哎呦，可以哦。那个水果篮跟尖叫鸡都一个超大这样子。好，男性你们慢慢来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们这样就只有墨镜啊，不好玩。
二五光阴叫第二集。我一人一瓶茶，哇塞！有啊，给我喝一下，给我喝一口。好，给我喝一瓶茶。拿起来，干你这辈子太可怜了吧？又乞丐，我要插吸管这样。好无聊，而且你最近是不是没什么工作机会啊？而且眼睛也没有跟着动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眼睛没有跟着动啊。好无聊。怎么还动呢？超无聊。哎，我茶放在键盘上面，那不好。不行啊，你怎么移动它都是放在键盘上面。帮我移一下茶。哎，我们要有默契哦。哎，哇，你刚刚很用力是不是？超歪，超歪。你们慢慢找，给你们点时间，等一下帮我带个那个水果。哎，他说你要跟有没有推荐值得推荐的景点，可以推荐大家。我觉得中途岛的那个博物馆非常的酷，它是一个战，它是个战舰，对，航空母舰，航空母舰，航空母舰，它是一个已经。退役的，退役的航空，但他并没有参战，他不是一个有参战的战舰，就那有精神，他是有他是以中途岛战争这个战役命名的战舰，对，但他并没有参加中途岛战争，对。那到底有没有金克拉的工厂？应该是没有了，我是没看过，是没有。有法轮功的棚子，有法轮功棚子，为什么会有法轮功棚子？可是没有金克拉的，而且你看旁边很多国人在观光啊，他们就加了法轮功的那个，看法轮功棚子吓一跳，以为自己不然跑到101。本来就是松山车站、西门町之类的，太屌了吧！啊，然后我们还有去打靶嘛，哦，我们有去那个靶场。美国有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刀有枪，有刀有枪，所以就打。你们就以为要三人？还有那个啦，环球影城，环球影城也不错。不过他不在圣地亚哥啦，环球影城他在洛杉矶啊，他在洛杉矶。没有，哎，不对，圣地亚哥应该在好莱坞。不是，环球影城应该比较接近好莱坞，对啊，但也在洛杉矶啊，但就是城市的话应该比较接近，它就在好莱坞啊。所以你们去的那个环球影城有够大吗？很大，非常大，很诡异呢。我们那一次一三去，然后说要带我们去那个环球影城，说很大，哇，结果是我印象中环球影城三分之一而已，没有，环球影城是。我们可以玩的地方是就那样啊，小的。可是它是环球影城是整个，因为它有它摄影棚都在那整个区域。哦，你是说那边的那个？就是他们真的拍电影，真的拍电影摄影棚啊。像我们五十几个，对啊，像五六十个，五六十。像我们坐那个游园的列车，它而且不是这样的棚，不是这样的棚啊，是像篮球场一样大。可是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没有遇到那些东西，就是商场。那个是一个那个列车，你要去坐，它才会带你游整个摄影棚，所以你没去坐，它就不会到下面。哦，那边真的很大，很大。我们还有看到那种什么萨利机长拍萨利机长的栏目啊，就他们做了一个假的水池这样，然后后面有一个超大栏目，所以很多冰与火之歌，很多那种在海上的场景都是在那个地方拍的，这样很多啊，蛮有趣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跟姐姐去是没有人带的，我们两个乱晃，所以找不到特别的东西，超无聊。可能就那样就比较难玩吧。我最多看到一个冯提索的雕像，就这样。哎，还不错。那你去山创应该就看得到。对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想说，我来这边干嘛？不去山创？没玩到，可能没看到。因为我觉得环球影城最值得看的就是那个 tour。对啊，就那个看他们那个拍，就是他带你走整个园区，看那些拍，而且因为他会介绍，而且经过某些地方，他荧幕上面还会写说正在拍摄，所以大家安静。然后解说也不讲。对，是啊。然后大家就像我们还有经过一个地方，有一个经过的地方是它是那个场景是那个什么小鬼间谍吧那部片。然后那个场景是一个那种很旧的那种小城镇，然后有大水这样淹下来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场就车就停在那边，然后他们就直接把那个机关打开，然后真的就是突然就是砰，洪水冲洪水下来，好爽。然后它的都管线都设计好，所以那洪水就是冲到一个地方就会流到桥下，这样就跟真的一样。然后我每次看到那边就突然开始下雨。然后他就跟我们一边下雨，他就一边解说说，其实他们就是用降水机，然后架在什么什么地方，这样啊，哔哔哔哔这样喷，然后就很像真的下雨。对，就真的跟下雨一样。好玩。就很有趣啊，就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拍的。我什么都没有。不会啦，你有墨镜啊，等一下帮你，对，我等一下帮你 K 三瓶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喝到糖尿病。啊，还有还是圣地亚哥，还有什么？圣地亚哥，美国没什么啦，就直接讲美国没什么。可是，我觉得美国是真的没什么。对，我觉得美国就是比较大的台北，真的比较大的台北，比较松散的台北东西还比较多哎。对啊，美国就是住的地方就是通通都是住宅嘛，然后都是平，那叫什么平房，对，比较少什么大楼啦，比较少。然后除非是真的是商业区，可能才有大楼。然后逛街的地方就是那种 plaza， 就那种广场，然后就一大街，然后里面就很多店，可能就是
类似台湾一些家乐福里面还有卡很多小店的感觉，可是他们那边是全部都是就户外，然后小店就一家一家。我记得就是一区一区嘛，你在购物区就是一個大，然后吃东西的地方就麦当劳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素食啊，什么素食啊，什么干嘛，就一堆都会开在一起。嗯、对啊，对啊，你就自己選，然后都会有停车场，不管什么地方都会有停车场，因为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，不管怎么样都是开车出去，所以几乎都停车场这样。是啊。对啊，就啊，不过我们还有去参观 Riot 的总部哦，对啊，还蛮猛的，很屌很屌，他们那个厂房很大，嗯，而且弄得很像一个很高级的大学学区的感觉，啊、对 ，campus， 对他的那个公司，而且一个员工餐厅也很大啊，什么都很大，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好笑，因为那个带我们走 Riot 的总部的是台湾人嘛，对啊，他是一个台湾人，在那边的员工，然后还有带我们到一个很小的房间，他说这个房间是亚洲员工永远的痛，他说因为。他们的餐厅非常大，但都是美国，就是西方式的食物。然后他们就说，他们本来这个小房间要请一个日本师傅来现场做拉面，就是员工餐多一个拉面可以选这样，然后都现拉的这样。可是后来那个是洛杉矶的地方政府不准。啊，因为他们就觉得你们员工餐厅已经这么大了，然后大家都不出去吃，然后你们的公司占地这么大，你们都不出去吃东西，你们都吃自己员工餐厅的东西，我们旁边的店家都没上街，所以他会不给他们改的，超妙的，超可怜的，超可怜，然后那个房间就空的，对，超可怜的，听起来还蛮歧视的、啊，对、啊，不是也不是歧视、啊，可是就是可是我哎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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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缩小一点嘛，缩小一点，哎，蹦动，你往前一点不就好了？往前我要，哎，去。啊，是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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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我是觉得没什么用，就卡在那边，你会一直破土哎、欸。啊，最近肚子好痛，白痴。好，谢谢，我觉得帮我找。我觉得他们政策问题，还有就是地方餐厅可能会抗议。对啊，哦，也是啊，这没办法，因为真的没办法，民主国家就是，耶，就是可恶，就资本主义耶。没办法，对，没有钱、啊，所以就是一个有趣，大家可以体验 看。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如果去旅游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想去的地方。我也是，但是出差的话，或者是出去美国工作的话，我觉得还算舒服了。他们气候也好嘛，地也大，然后什么都蛮方便的嘛。如果有交通工具的话，我是蛮喜欢的啦，因为那边就很单纯啊。对我来讲很单纯，坏的很坏，好人好，也没什么坏的，就应该说坏的就是那样。有人半夜拿枪过来打你，这个我觉得还蛮正常的，就因为这个是正常才恐怖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就不知道，可能我也可能因为我也在北美待比较久啦、所以这样的对那边的生活我觉得很正常，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台湾治安很好，什么地方都很好，这样子，对啊。可是北美就很简单嘛，又不会下雨，然后都干干的，啊、就是气候比较舒服，然后太阳很大，但又不热，对，然后晚上冷的要死，然后吃东西都是素食嘛。素食就是很快的食物，对，就素食、啊。我想说那边都吃菜，你敢说？啊，我觉得素食很方便呐、啊。哦，也是。对啊，然后你的体型也适合。对，反正就是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对我来讲是，我没有说妈多喜欢美国还是怎么干嘛干嘛，但是我就觉得说就是对你 OK， 就是我的习惯，我的生活习惯，你的生活步调跟他们是跟他们对蛮搭的，对啊，对。然后比如说我喜欢骑车干嘛，那边又不下雨，路又很大，哦，对，之类的，对啊，适合你哦。他喜欢开枪。对，台湾不能开枪，这边可以开。那边想开谁？而且開我们没有想开谁就开谁啊！太危险了，只能干，要我们只能打你选的靶子，好不好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啪啪啪啪，超怪直升机，在路上又过马路了。没有那个 GTA 啊，这跟我跟我跟他整趟旅程几乎什么都没买。但最后一天我们去 Outlet， 我们就突然讲到就，在美国就买皮衣，因为皮衣很便宜，然后我们就直接。大虾特虾，真的，一人买两件。大虾特虾就才买两件，哎、欸，一件皮在台湾已经一两万了、欸，哎，那你在美国买多少？两件加起来300多而已，300多美，好像所以一万多块，一万块左右，超便宜、哦。而且我们两个真的是，都不买那件皮没有人。然后我们那两个，我们两个就是两件衣服脱了，然后丢在地上。
然后就剩 T 恤，然后开始狂穿，然后旁边那个店就一直说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帮忙？然后我们说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试就好。他们说那你们需要什么再跟我讲讲。然后在那边聊天，我们就狂试啊，试试试，直接拿四件就砸下去，他们直接下拿四件。然后他们说那你们要不要顺便买个保险？然后买买买，都买都买，超像国人，超国人，买买买，然后拿钱，超国人刷卡，拿刷卡刷卡刷卡，什么都没买，国人应该付现吧？超大的衣服，那连现在还比我行李还大，真的。真的，那个衣服超重的。啊，你们有机会穿吗？有啊，冬天还是可以穿，因为我们骑车啊。可是台北那么湿，湿也是可以的，湿还是可以穿，就是保养啊。那种皮衣就是要保养啊。不过那种皮衣就是它就是真的是好的，它上面都会写，就是它这个是比较高级的皮，还是比较一般的皮，还是你的包皮？如果有包皮的话，那我还是先买一件，也太珍贵了，到底要牺牲多少？要牺牲多少？多少个人就是割包皮都留下来的，太扯了。对，所以就美国就是这样了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。可恶，好吃的东西也是蛮好吃的，但难吃的东西还是蛮多的，还是蛮难吃的，正常啦。美国嘛，美国嘛，我美国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吃到几个好吃的东西，就是要挑啦，美国就是要很对，像欧洲应该说好吃的东西你也不会觉得多好吃，对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可是就是那样子，对，名声就是我在台湾路边吃卤肉饭，好吃的是很好吃，可是大概就是那样的等级，我在美国也不会给他对他们有多大的期待，这样类似，我是这样的感觉，呀，好，这就是美国的感觉，好了，再礼物。我猜猜明镜片你的哦，土鸡蛋，儿子，今天是我在拉萨停留的第二天，拉萨是什么？日光，拉萨不是还在打仗吗？哦，那是加萨走廊，对不起，拉萨是那个日光，拉萨在西藏吧？日光那个吗？拉萨在西藏，夜哎是吗？是不夜吗？我不知道，不会没有晚上什么之类的，我不知道拉萨，这真的很美，太阳也很大，追了三年 LNG， 每一次台剧都很无缘，怒冲西藏一波，哦对，西藏。真的很美，藏传佛教的文化及历史也是迷人所在。也许有机会也能来西藏走走看看。祝六三鸟屎鲁鲁跟女神事事顺心。你刚刚写两次我的名字，吃二十？没有啊，哪里？六三鸟屎鲁鲁跟女神，两次我的名字。Beautiful， 吃二十七个月的汉堡的金蛙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哇塞，27等的干爹，厉害厉害。我有拉萨是吗？还蛮日光城，对啊对啊，日光在哪里？对。好，再下一个，谢谢你的明信片，很漂亮，没有给你们看。A4 纸勒索信，嗨，您好，我是 LNG 的粉丝，所以我才骑信去的哦。我不是怪伯伯，我没那么老，这是小朋友吧？啊，不要讲，念他本名好了，什么谁谁谁上？哎，小朋友吧，是个小朋友寄来的信，这个名字、啊、看到吗？所以我才骑兴趣的哦，这应该小朋友的字吧？我希望是小朋友啦，因为这个字应该跟我小学二年级差不多啊。真的，蔡小弟弟还是小妹妹？就人家高中这样。蔡弟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哪里哪里我看不到，太神了，太神啦，太神啦，好可爱啊！哇，这小弟很来劲啊！年纪这么轻，不要听台啊！真的，而且你还用注意写歌单的鸡巴，你这样对吗？你就是那种爸爸妈妈会写信给鲁丹，叫他不要讲这话。对，先生不好意思，我发现我们小孩子最近一直在讲一些粗口，我们家连干嘛都不太讲。可是他最近开始讲了之后，我发现他会看你的影片，所以我们现在禁止他在看了，希望你可以注意一点。已经背起来了，太扯了。好啦。就是谢谢谢谢，希望你可以跟你妈妈说你有在好好读书，没有你有在看台，对，然后如果他们看了内容之后觉得不行
啊，你就听你爸妈妈的话，希望他可以禁止你。然后你早点长大，之后长大再看他。再看，除非你已经满十八岁了，那你真的要好好的为自己负责。你要好好的学一下写字。学写字就算了，还要注意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歧视自首。我没有歧视自首，你写错字啊，歧视啊。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话，还算工整。OK， 工整，谢谢，来一次。谢谢你们爽的话，不错，好，哇，又是给你的，你现在是怎样？麦卡贝最红主播是不是？啊，你就是那个切切拉嘎嘛 ，I'm the best， 然后说给我，白真说，哦，对。哇，那个切切拉嘎，哇，你最红啊，棒棒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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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的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哎呦，最红呢，是哦，哇，没有啦，给大家啦。有没有主持人们哦的六摊大摊？没有啊，这里还有那个啊，鲁文文的。哇塞！要试要试要！这个谢杰林画的也太像我了吧？乱讲！你马上每个都马上像你。他说：“你们好，我是目前在日本福井打工度假的麦卡贝观众。这是我在十七、十八去东京电玩展和龟友车站时买的欧米茄。赞！想要请现场的主持人们和工作人员吃。”希望大家们不要嫌弃，看你们的节目大约有两年了，也很感谢剪精华的工作人员让我度过在日本的无聊时间。虽然很可惜没有在电玩展遇到杰林，也要祝你今年工作顺心，再出一本写真集，我一定买。可是他也没了，所以第一本没买是不是？啊，没有，应该哦，这我就不知道，不多说了。里面两斤的内馅是豆沙口味，栗子的是卡士达酱口味。有一个两斤跟餐哥很像，栗子跟杰林很像哦。From 卤粉 and LNG 粉敬上诗鱼，诗鱼，谢诗鱼，谢诗鱼，猜一个，你猜那个，我猜这个。哦，他土六探日本邮局的周边商品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哎呦，明信片是吧？九月二十，非常可爱，这个，哇，浮世绘，九月二十，它是一个明信片的串，可是它都是猫咪的，哇，浮世绘好漂亮，哇，这个印刷品非常臭，再拿这么近，我的鼻子会爆炸，你鼻子一天都很出问题，对，我鼻子一天很出问题，还有一个小小的 L 夹，超可爱的，哎呦，猫咪，好可爱哦，全部都是猫咪 ，I like， wonderful， 谢思雨，谢思雨。那你们要开人情招吗？我这样开，我开了。日本超多这个，我先用了我的超级技能把它打开。什么地方限定？什么地方限定的？对啊，哎，你看我这个折纸技能真的派上用场，怎么样？我刚刚用纸把它刺开。哎呦，哎呦，是哟。哇，养强迫症千日用的意思。看来该抢个银行喽。为什么啊？用钱。而且领一张钞票出来，然后一千块，然后把它折成刀子，就把其他一千块全拿。然后有警察说不要动。不要动，然后开始刺他的肩膀，可能刺那个皮，这样很痛。然后手就会刺他的指甲跟肉中间，好痛啊！我才不要给你刺那边，他先瞄准得到。刺他人中，刺人中。阿爸，你把他讲完了，我听不到了。哎，哇塞，我哎，哇塞，我金卡法哎，再高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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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纸从地上了。手要手起来，太诡异了吧？怎么有三级龙二？哎，真的，真的是三级龙二。是真的，我刚讲金卡吗？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不是你要有这么难？不是，你才不是，不要控制我！啊！把它放大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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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大一点。因为我比较胖啊，我是身体。哎呀呀呀！睡，这样好。那个这。哇！你头往卤蛋那边靠啦！你要前面一点，不然你现在头看起来超小。你现在头也太小了吧？这里要第三只手哎！有，这样好一点，这样好一点。哦哦，是有。我靠，这是三级龙二哎！哇塞！等一下，帽梯啊！哎，今天怎么穿帽梯啊？可恶！脱了，把这张我帮你罩住。我的脖子呢？你是遮羞布，可以，你的毛皮完美融入他的衣服。我的半蹲在脚上，换你，我又不是三级龙二，那帮他找个不作物嘛？为什么？更奇怪了，真的，你又不是三级龙二，感觉比较没有这么像，明明就很难。还行，勉勉强强。好呀，好呀，可以哦。哎呦，我半蹲摔下来了。
不会啊，你我再来一下啊，我也要，好爽哦、喔！以后周三的节目就改成现在纸娃娃了，现在才纸娃，哪里哪里哪里？你再高一点，你要高一点，你没有脖子。不玩了，蠢的要死！天啊，生存的要死、欸！哇，有创意，这个多来几个，三七二 ，surprise 一下，快 ！No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中哦，我们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纸娃娃的图案哦，那大家只要可以把这个截图截下来，传到麦卡贝粉丝团哦，张麦哥就会回你一个问号，什么事都不会。张麦哥就回你一个问号，张麦就回你一个问号。哎、欸，这样很麻烦，如果他们真的传话，大麦哥，你每次都乱讲这种话，他讲啊，我本来想说不会发生的事情哦。哎、欸，人心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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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一次，好爽！谢谢您不在，我们都可以一直吵。谢谢您在，我们也可以一直吵啊，只是他比我们更吵而已。他说什么？两斤是什么？豆沙栗子是什么？卡斯达卡斯卡斯达 是？对。怎样？看不懂？我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啊！你看，你看出来吗？就哦，这个啦，这是栗子、啊，这个是栗子吗？欸、没有没有啊，其实分得出来啊。哦，它是一个是头啊，一个是栗子，一个是头，一个是全身嘛。对，我开了、哦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都有哎、欸，它、啊、都有啊，就是两斤栗子，两斤栗子、啊。所以它是全部都是卡斯达，然后那个全部都是红豆，那个红豆的、啊嗯，因为它是头的嘛，哦，是头的，然后这个是人参的嘛。那我还不吃个栗子？我随便拿一个看看。啊，每个表情。这种打不开，夸张了，撕开就好了。你这样打，你这样开，要手掌哎、欸，好像啊、喔，太困难了吧？我都开完了、欸，哈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又撕了啦，太惨了，直接撕就好了。啊！谢谢，三田拿剪刀，开了，已经开了，完了怎么办？可是三田拿剪刀过来了，我不能让他白费，我要把这个东西剪破。我也整个没脏，我要的。我用到三田的剪刀了。嗯，好，我来吃个栗子啊。虽然整封信都没有提到我，还是可以吃一个。好重口味。有啦，他说给你们没，给大家没。那我吃个两斤的。嗯、我打先不要理我，不是我睡很少啊。如果这个刚刚那个摄影机会发出一道声音，摄影就吓死。我们这几天都睡不好，我们都睡时差已经调回来了，可是都睡两个小时就醒，两个小时就醒了。六点入睡，然后啊，今天撑到六点，很好睡觉，然后啊、哦，天亮了，哇，八点。搞屁啊！我早上真的，而且我早上在那边逛网拍，而且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现在起来真的都是七八点、八九点，每天早上起来看有谁开起来，都是去生两个人的起来。那大天神就是大天神，多屌！他去生两个人一直在煎蛋，嗯，他狂煎蛋，嗯，然后回来还在煎蛋，每天早上都开台，早上早起在那边煎蛋。勤修苦练，超厉害的。然后每个人都是早上都在开台，平常不开早上台，现在都开了。哦、这就是卡斯达是不是？卡斯达、啊、就是车轮饼的奶油口味，是不是？我要吃差不多类似的东西。哦，好酷哦，做的不错。嗯，我吃两个。对啊，你看他们说小葵早上八点开台，小葵也是每天。这你吃过吗？我吃啊。啊，你吃过了吗？小葵还在我们的小葵在我们的群，我不是啊，拍多久？小葵在我们群组里面，几乎每天都早上在那边说有没有人要吃早餐，然后就说什么大家回来台湾之后，之前的感情就好像假的一样都散。我说算你老妈，谁他妈六点跟你吃早餐的？而且跑去中孝东路一段富航豆浆，他还说哎、欸，我找很久了，找一个很有名的富航豆浆，富航豆浆会排到爆炸吧？对啊。然后我后来看他开台，就端着一盘早餐，然后在那边说：“刚刚那几个在群组里面回我的实况组，你们如果有在聊天室的话，我真的很伤心。”然后我就打字：“阿奎，我在。”干很白痴哎、欸！我要吃豆渣，你要吃豆渣，豆渣，你要吃豆渣。哎、欸，你有看到那个？我有看到，我是很想跟你讲一样的事情。你说那个台南那个什么的影片是吗？肉燥影片不是吗？不是他讲，原本以为心有灵犀，不是那是什么？
就是一个什么台南什么美食节那个肉燥的影片呢、啊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就被人家骂。啊？为什么？哦，我有看到这个，我有看到、這個。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会吃个豆沙，就看起来很好吃，然后人家就骂他说台南本土根本不是怎样干嘛干嘛。干，你为什么要这样、啊？不是、啊，我其实想要讲的是。那个基炫在就这么低俗是不是？就是大家都知道基炫嘛，基炫他们现在还在旧金山嘛，然后他们现在的房东是台湾人，然后他们有一天开台煮饭，然后房东就拿了炒米粉跟他做了肉燥给他们，然后哎呀超感人的。我以为房东拿笔尖出来，这个是你们的、啊，没有房东有一天。他们开，房东跑上来说：“我有打字哎，你们都没有看到我。”真的假的？那我就那很开什么的、啊，超尴尬。你知道，巨轩看到那个肉燥，你知道，就跟白雪公主看到白马王子要来亲她一样，这样。他一看到那个肉，他就说：“然后说，可是没有饭。”很扯。这个人情烧快乐，你要吃豆沙半个，我吃过了。哎呦喂，你们怎么吃那么快？我想说，我两个各吃一个了，一个。哦、对啊、哦，我们应该分着吃啊。威力，威力，你进来帮我吃啊！我就各吃一个、啊。威力，这样他们没有没让工作人员，威力，工作人员没办法吃几个。威力，好悲啊！威力不可以，威力，哎、欸，嗯、欸。我们全部影片都没看，我们剩十分钟了。啊，那我们随便挑个两部看一下，喜欢的吧？看先看萌萌。我们看有没有啊？萌萌戏看一下。民主决定有没有那么爱杀家父啊？我要先看动物的。好，先看动物的。我得赶快进来啊！喂喂喂喂！哎、欸，太大了，太大了啦！缩小。先播影片，你调一下。先播。这不是撒娇，真的就是累了，他真的累了，他只想累了。嗯，还要有个人戳他。干猫这么阴晴不定，真的很辛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了解他们啊。看你手上都是伤，哪里了解他们？那是以前磨合期，现在已经没伤了。可是现在直接省他、啊，没有了。你现在伤不是长在别的地方啊？没有了，就不太。老二跳板，我是那老二要踩一个洞，不是马眼，是真的流血，笑死我了，很痛。哎，威力，你现在吃一下嘛，快点，真的不好磨合。没有，那个时候他是在跑拉力赛，是我的错。为什么？你不应该在跑拉力赛穿那个，我应该坐在他赛道上。没有，洗完澡那边都会湿湿的。我想要晒一下，你知道，就把它退下来，你知道，因为里面潮潮的啊，你知道，因为喜欢这，然后坐在椅子上干嘛？然后就，然后再上去了，然后我就看一下，两个洞这样子，一大一小，太，no， 可是其实不会痛，没有很痛，那就是流血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过，所以它就不会很痛，可是你会一直觉得它在烦你。烦我们也还好、啊，那个伤口你会觉得他一直好像想要，他感觉已经好了。你看威力有多开心，跟你讲狗哎、欸，有东西吃有多开心。来、啊、拿去吃一点，来威力来，丢在地上，还先咬一咬把它咬烂的。这样，请吃，请这样，拿出去给大家吃，我们忘记了，忘记它很少。这样不好意思，这样那个我咬了一口，你把它吃掉了。好。不是还好，睡觉起来就好了。就不相信，就反正它就很像一个挤破一个痘痘的一个大小，就会很像有人像鸟屎拿那个尖尖的地方刺你那种感觉，就很烦，就一直有一点痛痛痒痒。没有啊，我擦药之后就不痛啊。啊，你有擦药？当然有擦药啊。我到很后期才擦药，所以一直这多后期就隔天就好了，我没有那么夸张了。很久，他说四年后才擦药，超后期。你那洞到底是多大？该不会是你的马眼吧？应该是跟鲁夫胸前那个也是一样的，就一擦药马眼被封起来。累哦，好尿，然后拉开，哇，人体工作真神奇，好尿，从嘴巴流出来的，好像，喂，没有时间，快，你看这个，什么啊？萌萌系动物界魔法，动物界，唐妈哆啦一把。
他是听了之后，然后就去学他吗？不是吧，只是他叫声刚好像而已吧。是吧？是同一个人，同一个声。不是同一只哎，好屌！哇，他怎么射一射突然这么不爽？哇，他好帅啊！怎么那么帅？他好帅啊！我想养一只哦。不要，感觉很臭，很臭味。然后养一只，然后就一直在耳朵旁边看，然后他之后他就会飞到你旁边，然后他就飞到我耳朵旁边，啾啾啾，还是射光线，吵死你。OK， 那个赏心悦目的女子汤芭蕾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好恐怖，是什么？前进温泉芭蕾社。啊，有这么一点恐怖感。これが最後だから。後悔しないでね。分かった。他们为什么要把内裤套在头上？对啊。耳朵都进水了。隔天就中耳炎报道。他们鼻子为什么不夹那个？練習何のものよ。約束したじゃん。一緒にプロ目指そうって。一緒に。マユ。勉強忙しいから。なんで。超怪的啦。やろうよ。やろうよシンフロ一緒に。像我已经分不出来了，真的，到底在干嘛？意外的有点感觉。私東京なんて行けないよ。我现在都有点觉得，只要看到一些认真的影片，然后日本拍的话，应该都是在搞笑。他跳下去。待って。
てるよ、ずっと。我觉得眼睛很酸。温泉不是泡眼睛会酸酸的吗？我好久没泡温泉。天气快冷了，可以泡温泉。人生要下雨。温泉县的孩子。哦，所以是温泉县的广告，县立广告是吧？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就观光，快起来搞呀！观光的啊，观光的，就有点像这个影片，如果是北投拍的话这样。哈、哦，对，就是北投。我们直接跳看最后一个，因为没时间了哈、哦。大豆超营养，适合早餐与饿的时候吃。嘿嘿，啊、哦，完了又是日本人，完了。拿大豆腐来啃着，吃大豆的面包哦，豆腐真的啊，好爽、哦，真的感觉好爽哦。哎，哦，豆腐哦，喂，干到鬼，我好像很好吃。忙しい朝はこっちの大豆、最上位。哦，所以还卖卖那个棒、哦，对，那个棒就是有那么多营养棒那种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对对对对，我靠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也太麻烦了吧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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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不行啊，他挡不住我的身体啊，挡不住啊！哎，我好了，上来，轰！哎，不对啊，我的脖子呢？哦。根本挡不住我身体，还要太细了吧？要多久啊？天，要多久了？可以可以，抽掉的瞬间很赤裸，好过分，脱人家衣服的感觉，真的，他们讲的对呢。哎，就是这个哎，收一收哎，真的。我不要，我跟你吃，我跟你吃一根就好。日本原装进口的新型态大豆营养食品，这我会痛风吧？不会吧？豆类都豆类啊！我真的假的？嗯，那我们三个吃一，那吃，哎，你猜了吗？我猜，我说我吃啊，我没关系啊。虽然会痛风，可是没有这么夸张啊，不会吃一根这个就来劲儿，会不会呛一下？呛一下直接坐轮椅，不会吃根这个来劲儿，直接开始痛。哎，香啊！哇塞，哇，怎样？有女生的味道，真的有你闻有女生的味道。这男女生味道就草莓香料味啊，超刻板印象，只要闻到草莓香料就觉得是女生的味道。嗯，可是它有一个很有嚼劲，我吃过这个啊，你吃过？我吃过，还我没有。我大学的时候都会吃这个，哎，因为大学想说吃这个就比较不会饿了，这样太有嚼劲了，可是营养食品啊，而且它会有一股中药味，它里面有枣吧，枣还是枸杞吧。有股中药味、嗯，好吃。普通啊。嗯嗯。好。好像在吃中药店的女儿、喔。流口水。好，第一趴差不多了，我们休息五分钟，等一下回来。拜拜。你现在收看的是《现在才知道》，你灯再下来一点嘛，太近了，太近了。那我们今天欢迎洋洋。大家好，我是洋洋。王一，影片呢？我开了。你开了哪一个？哦，第一个。哦。你不太好。不是，你这很厉害，你这样一直晃晃晃，真的晃进去，你到底是多久不是洋洋？陈东那个拉拉圈，你看拉拉队，以前那个棒球也有拉拉队，拉拉队，拉拉队，呼拉圈，好。